说起枪战游戏，相信不少人的启蒙都是 CS1.5、1.6，但你可能不知道， 在 CS1.6的比赛中， 有一幕突破天际的骚操作，甚至逼得官方都修改了规则。 那是2008年的ESL赛事上， NF对阵 Hori， 地图是核子危机。 NF在前两局防守不利的情况下， 放弃防守A点， 仿佛在赌对手一定会进攻B点， 但就在他们火速赶到B点之后， 却发现连只鸟都没有， 人家打的是A。 这样一来形势逆转， 此时所有人都认为 NF败局已定， 而他们也应景地玩起了搭人梯， 一副放弃了的样子。 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就在进攻方C4刚刚下完的那一刹那， 拆包的声音竟然同时响起。 等等，人梯？ NF居然算准了位置， 在隔墙拆包。 而此时听到拆包声的进攻方还是一头雾水， 甚至不敢相信地回头看了一眼 C4， 就这么眼睁睁地被拆掉了。 这一幕成为了 CS史上最经典的时刻。 不过在这场比赛之后， 官方也是被逼得立马修改了规则， 此后江湖上便只剩下了 NF的传说。 我是阿涛，带你看遍天下事。